这里是甘肃天水的营口镇，有一位大哥在买盆景，有好多人围观，咱们了解一下。这些盆景这个好。这一个是二百啊，这是，这就不是气泡泡。这个还好。这个要卖多少钱了？这八倍啊！八倍哦！啊！这再过两天花就开了。哦。马龙就开花了。红框框啊！这好像那种产产是他们介绍的呀。我们就说这各大队就看起来马龙这样子。对没有？有点红的红。那这么子你一般都说后面吃，我这里300-400块钱的还能结束，我后头就有些就说后面吃没人结束了。行，晚上这些嘛，别晚上睡的话，晚上这些这样，就是先顾着顾点肉。这是啥？你带个老板。哦，这是什么？那照片有晚上的话，我来家里照了吧。你得和卖盒子，实际上和他家。